Welcome back to T2 APAC. This is promised to be a cracking encounter. Two of the most decorated players from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goes head to head. It's Great Britain's Paul Drinkle versus Japan's Jun Mizutani. Let's allow Jun to pick the color on this coin. Red. Jun chooses red. So it is black. So Paul gets to choose which side to serve. All right, so Paul Drinkle versus Jun Mizutani starts now. Now, Funk Soul Brother, 好，今天下午的比赛由罗斯科夫队对佩尔森队啊，这场比赛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半程。目前的比分呢是罗斯科夫队10-6领先佩尔森队，而接下来呢现场将会进行的是第四场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英格兰的选手金格霍尔来对阵日本的水谷隼。金格霍尔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总共是拿到了23个胜局啊，但是由于他的净胜局仅有负9，所以是排在所有男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位。胜局数呢倒是跟在本轮之前啊跟刘丁硕和卡尔松是一样的。那水谷隼呢之前是26个胜局，其实也仅比金格霍尔多3个胜局，目前是排在男选手当中的第8位。其实像水谷隼目前这样的一个排名呢是跟人们的预期会有一点的差距，因为本身这次来参赛的所有男选手当中呢，我们说奥恰洛夫、波尔这是具备超强的实力，而另外呢水谷隼其实是普遍被看好应该可以稳稳地进入到总决赛的比赛当中的，但是之前的表现确实不算特别理想，好在现在他相比陈念安来讲落后的并不算很多啊，只有4局的差距。那么在最后的这两轮比赛当中呢，这4局的差距水谷隼肯定是要全力去弥补的。比赛开始，金格霍尔先发球，好球，水谷隼刚才是正手位露出一个很大的空档，水谷隼在这种小技术方面啊相比金格霍尔肯定是有优势的，对，但是水谷隼应该说是个人来讲吧，这次 T2 的比赛当中这男选手发挥比较令人失望，对，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一点，对，就是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肯定进入总决赛的选手，就是他以他的这个过往的战绩啊，包括他的知名度，包括他目前的排名来说的话，目前的这个成绩显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对，就这次参赛的男选手当中排名最高的两位是来自德国的两位奥恰洛夫和博尔，再往下排就是水谷隼了，对，没错，但是我们看现在的这个排位来看啊，就成绩排位来看的话啊，这个奥恰洛夫排第一，然后那个波尔的成绩呢排在第2，对，所以说他们是最起码是正常，正常的去发挥，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排名。如果说你说一轮比赛啊，一轮两轮你可能状态会有起伏不好，那么现在4轮打过去了，这个奥恰洛夫现在已经赢了34局，就是这个34分，对，水谷隼到现在只有26局，这个差了8局啊，对，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对吧？因为你可能一轮两轮你之前面对的对手啊可能会不一样，那你现在打到第5轮了，就是所有的对手剩下3个队所有对手你都打过一遍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要求看到的就是你整体的实力，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投入，对，还有这个重视的程度，好球。金格霍尔来说的话呢，前面的4轮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是说他的这个能力有多强，而是他应该说是态度啊，刚好他是这个最认真的，对，就是不管是面对谁，每一分他都是当作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在拼，啊，在认真的去打。你看金格霍尔前面4轮打完之后，他赢了23局，比水谷隼就差了3局球啊，对，
这是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实力的差距吗？显然不是。但是你看这一局比赛，1-8落后的时候，连追了4分。你说1-8是实力的差距，那你这连追的4分其实就是态度，就是金克霍尔的态度非常的端正的，一分一分的拼，一分一分的去找。所以现在对于他来讲，他的思想就是我拿一分，每拿一分都算是一种胜利。我输，我没什么可输的，对，很正常。我输给你，我不丢人啊。对啊，是吧？你从实力来说的话，这个差距肯定明显。你看水谷隼只要他稍微认真一点，发球发一个好的，对，金克霍尔接不了啊。那这球有点运气球，没办法了。其实这个球本身是一个应该要下网的球。是啊。水谷隼，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今天比赛一上来，他是把节奏踢得非常快的。对，就是包括打完一分之后拿球准备发球的这个节奏是很快的。但是感觉打着打着，光快是没有用的。好球，好球，追平了。对啊，谁能想到1-8落后追到9-9？你说是水谷隼打不过金克霍尔吗？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这个原因。你让两个人打100场比赛，金克霍尔能拿5场都算他赢。是啊。啊，看水谷隼接下来两个发球了。这发球也够悬的。哎呦，漂亮啊！刚才我们骗金克霍尔，我顶住你，我先顶住，然后我不会说我一味的去被动挨打的。对，那我抓住机会我就反拉你，而且他是明显上了一步，对啊，球啊。金克霍尔局点了。对，哦，好球！一个发球上的变化，一个高抛啊，而且球速很快，10-10，这样的话双方就一分来决胜负。你看金克霍尔打球感觉很扎实。啊，他每一拍都很扎实。哎呦，可惜！但是我们看第一局比赛啊，水谷隼险胜，8-1领先的情况下，最后仅仅是11-10，一分险胜。我们就换个角度来想，如果当时的比分不是1-8，而是3-8的话，那这局谁会赢下来呢？那就真不好说了。哎。说不定水谷隼会赢得轻松一点，因为他会重视一点啊，对不对？有道理。以水谷隼现在的这样的这个成绩，其实想进总决赛的话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你身前的那几个，他只要认真的去打，认真的去对待，你很难去在最后两轮当中就超过。对对，对不对？你就想超过两位德国选手，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对啊，那他身前还有老萨，对吧？还有庄智渊啊，朱世赫，甚至连这个十八耶夫啊、陈建安呐、啊，都在他前面，局分都比他高。对，这个太难了。水谷隼是唯一一个拿到26个胜局的选手。就是前面你看排在他前面第7位的陈建安是28个胜局，比他多2局。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十八耶夫、陈建安他还有机会追一追。再往前那几个他应该就追不上了。对，朱世赫和庄智渊都是30局的胜局啊。像这种应该就追不上了。对，你差4局，又不是说这一轮只有你打别人不打，是不是？关键是其他这几个选手，就是到了我们看到了最后两轮了，他去每局必争的时候啊，每分必保的时候，那么你想这个在局分上反超，这个太困难。嗨，不过看这几个名字排在前面啊，就是萨姆索诺夫、庄智渊、朱世赫。我们这个赛制确实是对于年纪比较大的选手来说还是很友好的，因为它不是很紧的这种赛制，对吧？一个月打一轮，然后就打3天，嗯，打3场比赛。所以这也就为什么就刚才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直接啊，就真是水谷隼让人感觉比较失望。对，因为你看前面这几个名字，哇，都是35往上奔着40去的，是，对吧？那我们当然想看到第二第一个赛季会有一个这种就是中生代的当打之年的，就25-6岁的这种。对啊，对啊，那你最合适的，那水谷隼当然首当其冲。
漂亮，你看他每一板真的是打得很稳啊。因为金戈霍尔呢，这个也接受过我们中国的教练的这个训练和指导，所以看到他的一些基本功，相对欧洲的选手来讲的话，就更扎实。对。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龄的问题，其实在之前的转播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地来说，大家留意金戈霍尔这个面相啊，他是9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90后，他是90后，对，就是你看金戈霍尔跟水谷隼啊，这年龄上面是差了几岁啊？应该是水谷隼还要大一岁，哎，但是你要把两个人站一块儿看的话，你就是你不知道他们俩年龄，你会说谁大？那肯定看起来金戈霍尔大很多，长得比较着急。但是金戈霍尔的他的这个性格啊，包括他的年龄啊，跟他这个形象真的是反差巨大。这个队中活宝一个，非常的活跃。然后呢，这个也为人呢也非常热情，很友善。对，你看这局的比赛，金戈霍尔是大比分领先了。对啊，就水谷隼从第一局打到8-1之后，整个人就不对了，就散了嘛。所以这就是金戈霍尔他很宝贵的一个地方。你看他第一局1-8上了1-8落后，他不是说这个时候我就算了，我就随便打一打。他一分一分的咬，一分一分咬，有一个什么带来的一个什么这个回报呢？就是一方面让自己保持对比赛的一个专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给对手不断来施加压力。对，就让对手觉得没有这么容易的啊，就让对手会在每一分的处理上，他其实会打一点折扣，加一点保险。拿到局点了，对啊，你这样1-1，那你对水谷隼来说，这个是这样，就像刚我们看郑怡静的一局，一场比赛，你总共就24分钟时间，你最多就打5-6局，这是撑死了，没有超过6局，那也就是说你能抢到的分数也就这5分，你这样就放掉一局了，一分就这样归对手了，那对手拿一分，你就少一分啊。这里边里其实输的还是挺多。是啊，你这个时间就已经耗过去了呀，对吧？现在剩14分钟，14分钟两个人最多打3局啊。对。那么水谷隼，你说你靠什么去追前面这几个运动员的分数？你今天就是打一个4-1，那只要你的对手也打4-1就够了呀。对呀，那这个领先优势还是存在的，而且差距还是这么大。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金戈霍尔他的这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对比赛的这种很认真端正的这种态度，希望水谷隼后面的比赛也能这样，这样比赛看起来才精彩好看。好球。当然对于水谷隼来说呢，这一轮当中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会有一场这个萨姆索诺夫对陈建安的比赛。但是现在是这样啊，你排在前面的都想抢分，你如果说最后打个2-23-2，就是两个人各拿2分，水谷隼就要哭了，对，那真难受了，那就而且关键是以水谷隼现在的排名和胜局来讲，你拉下1-2是没有用的，还不够、你必须得上到第4才行，现在也不需要想那么多了，一局一局的打好就很不错了，两个人之前第3轮的时候打过一场，当时金戈霍尔是3-2，在水谷隼身上拿了3分，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金戈霍尔现在这个不管是跟哪个选手啊，打一场也好，打2场也好，他局分基本上都是输给对手，对，但是就是对水谷隼是有优势。水谷隼只要自己紧起来啊，这个球的质量加起来，金戈霍尔就没办法了。打到这个份儿上，这局比赛水谷隼应该不会再出现像第一局那种问题了。难说啊，你8-1都能被人追上来，至少心里我觉得会紧一点吧。还是看他自己，还是看他自己。这个比赛的这个走势啊，主动权啊，在水谷隼这边。反手真的好啊，对，
这个球其实是接发球就没有处理好，嗯，接发球太高了。好球。这是水谷隼的正常水平。两个人的这个失误数据相当。哦，水谷隼这打得有点散。好球。这局很快啊，11-4，水谷隼再胜，而且关键是争取到了很多的时间。嗯，现在还有11分钟，至少还有2局的球，水谷隼还能多争取。在最后的两轮当中啊，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原本在他的这个队，就是佩尔森队，在男单当中他是排位最高的，但是我们看四轮打下来，水谷隼为团队贡献26分，老将朱世赫贡献了30分，对，之前因为受伤少打了2场的卡尔松也贡献了23分，所以按照这个就佩尔森，那可能在算分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就是水谷隼的这个贡献，应该是他要算的要更多。1-2。如果说个人的排名没有办法挤进前四的话，那么现在水谷隼还有一个机会打总决赛，就是团队，团队现在来看的话问题不大，对，因为他们这个团队非常强，特别是男单。非常强，他们领先江家良队是有11分的优势，江家良队是排在第三，排第四的这个罗斯科夫队差距就比较大了，对，所以现在其实团队的竞争当中来看的话，比较精彩的就是江家良和这个梅兹，哎，今天晚上这两个队狭路相逢，两个之前就差5局啊，是啊，5局球。哎，这边又有点出状况，你看刚刚第3局打得多顺，就是你只要你自己紧起来，你金克霍尔是打不动你的呀，对，实力上任何一个环节上水谷隼都占有，但是你看现在这一局又有点，作为金克霍尔来说，你想这场比赛他要能在水谷隼身上抢2分，罗斯科夫这个排兵就已经是收到效果，对，成功了，好球啊，嗯，好球，你这样放一板球过去啊，金克霍尔绝对有这个能力，肯定要下手的，本身欧洲选手力量就很足，对啊，那只要他能打准，而金克霍尔我们可以留意到他特别准，他的进攻主动进攻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失误的，你看罗斯科夫这个时候，哎，看到机会了，又是机会，好球，漂亮，这球虽然打成了，但我觉得现在的水谷隼呢，就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雷丁硕一样，就是他脑子里面现在已经想不到太多东西，有点麻木了。Go。 8-3。所以我们看到，这其实就是 T2 的一个赛制。嗯，像水谷隼这种选手，他在这次比赛当中显得就不是太适应，嗯，就是你如果比方说是7局4胜制，像水谷隼这样打可以，就是你打一局啊送一局，停一局送一局，最后你还是能赢，但 T2 不行啊，你这样你看你完全就是对方球怎么来你就怎么打，你这样打球怎么可以，嗯，你这一局丢了你就丢了一分，就是对手赚一分你就少拿一分，啊，没错，这就是 T2 的赛制，你本身可以拿5分，结果你只拿了3分。是啊，你倒不是说这场比赛面对的毕竟不是想进入总决赛的这种直接竞争对手，嗯，但是你这样的一个比分的话，是给你去跟你的竞争对手对抗的时候是少了一点优势的。嗯，那10-4，金克霍尔拿到了局点。
11-4，菲比斯2-2就结束，2-2。就你之前第三局原本觉得已经赢得很轻松，11-4，金克霍尔显得没有什么招架之力。嗯，但是你自己很快又松下去了，就把这一局放还给对手。对。现在的时间来讲的话，可能还够打两局啊。抢一抢的话是可以抢出来两局。If you play the forehand, he will make a soft swing to your backhand. Wait for this ball there. Do not go back. Yeah. But as you said, quality is most important. Quality. Yeah. Fifth game. Drink hard to serve. Love. 好了，这时候看一下第五局。其实关键就看水谷隼的他自己的状态，或者说他现在这个紧张程度怎么样。今天这场比赛本来水谷隼应该是来抢分的，但现在怎么感觉变成了金克霍尔是来抢分的？所以这才是我们为什么感觉一直在夸金克霍尔。其实他不是说他实力打得多好，嗯，他个人包括他的团队，你说想进总决赛吗？其实现在来看都没什么希望。对，哎，但是他很职业、很敬业、认认真真的在打。他觉得对这样的一些对手来讲，他每一场都可以有进步，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是啊，都可以积累一些信心。我们就想啊，如果是常规的这种7-4胜的比赛的话，水谷隼他现在不会这么急，嗯，哎，但是这种赛制他会急，对，他会觉得哎，这一局我要拿不下来我就麻烦了，我必须要快点把这一局拿下来，或者我快点建立优势，心态是不同的。5.5分应该是可以，这一场可能要打6局，嗯。从一上来水谷隼就在抢时间，漂亮，好球好球，水谷隼把自己的正手位完全让出来了，机会好，没有道理打不死，好球好球。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所有的比赛哪有不想赢的，对吧？嗯，不想赢，那你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运动员，必须要有这种好胜心。哎，对啊，你看水谷隼他一紧起来，这个后面没有一个环节能够打得过他的，这是肯定的呀。就光你的发球对就已经够对方受的了，而且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啊，就是水谷隼他因为从小就接受这个乒乓球的专业训练，他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而金克霍尔其实我们看他打比赛会感觉到，就是他可能是近几年开始才非常重视这个基本功的一些训练。嗯，哎呦，好看，好球，漂亮。哦，运气分。7-3。好球，漂亮，漂亮。这也是节奏上的变化。还是想来这样的一个球啊。就是大家觉得他不可能把这个速度提起来的时候，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提速。但是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呢，没办法支撑这么快的节奏下面不失误，嗯，保证不了成功率。对。双方都在抢时间，都在抢时间。又一个失误。啊，这时候看一看是最后一局怎么打了，是打这个抢5分还是打11分？10-5啊，那么有机会打一个11分。对，如果水谷隼很快的拿到一分的话，有了。有了，时间还剩2.5分，这样的话，最后一局呢，双方还是打11分的完整局，那么打到哪儿，停到哪儿，对，哎，我们现在看到石勋瑶在我们这个解说席前面啊，小姑娘很有意思，自己带了一个三脚架，带了一个小 DV， 对，因为接下来是她的比赛，应该是要把这个比赛录下来，嗯。
go for it now. Okay, it's no kids. Middle. Choose more middle. Yeah. Six game. June to seven. Love. Go.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双方最后一局，总共就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抢开局了。教练。哎，对了，这个时候每一分都是。都是值钱啊，这个值好多钱了、啊。抢开局，每一分都要拼了。又是高抛，拼，漂亮！你看金克霍尔这两分拼的太漂亮了，而且现在他是根本不着急的，对啊、拿到两分我急什么？他就一分分拼啊，我拼赢我就赚，拼输我也无所谓，也不亏。嗯，而且我输你水果损2-4不丢人了吧？我拿两局已经够了。对啊。好球啊，擦边，运气也真的是站在金克霍尔这边啊。关键是金克霍尔，你看他对方啊，这个大板拉起来的时候，他一直在找反拉的机会。嗯，很多球都是这样。你换句话说，运气也只会眷顾努力的人。这个天助自助者。哦，水果损打暂停了，3分35秒，对，35秒，这个很难了。其实这个暂停应该早一分叫，是差2分的时候还有的追，对啊，现在差3分很难了，时间可能就不太够了。主要是你自己发球完了之后，因为差3分，所以肯定会到对方的发球轮次去。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水谷隼是非常想要这一局的，嗯，非常想要，但是一上来金克霍尔真敢拼啊，这个是有点出乎水谷隼的意料的。对对，这对手一点都没有说我求稳啊，等你失误啊，完全没有，上来就跟你拼。1-4。好了，看看最后35秒，水果笋怎么打？这个有了。4-2。时间。这个时候我们看金克霍尔挺有经验的啊，把这个时间拖一拖，最后剩11秒，这一分好球，但是来不来得及发下一个呢？裁判应该会让发的，对，应该是要把这个最后一分，就是时间我们看马上到，但是一定要把这一分打完了。嗯， Time's up， 哦，不打了， Game two， 啊，那这样的话双方等于是战成3-3，各拿3分。对，对于金克霍尔来说，对于罗斯科夫团队来说，这个绝对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一场比赛。而对于你看贝尔森，包括水谷隼，这也是不甘心呐。就虽然队伍进总决赛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但是你能够帮助现在的这个运动员来积累信心啊，让他未来有更好的表现，这也就值了。等会儿呢，我们将会看到今天第5场的比赛。依然是一场女子的比赛，将会由波塔来对阵石钧瑶。Result here in that last encounter. Alongside me, Paul Drinkle, the winner of the last game. What a tight encounter. What do you make of your performance? Yeah,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match. I think Jun was actually the better player today. I just felt that he was sort of in control. I was making some mistakes, more mistakes than him. But yeah, today I had a bit of luck on my side and just kept fighting and managed to pick up 3 points for myself and the team.
So it's encouraging stuff that we've seen from you today. Let's talk. Do you think you found your footing in round five as compared to round four? Yeah, I think as the rounds have gone on, I've got better and better, especially with the system and the different gameplays and how I'm going about my own game. So yeah, I think I've played well each round, just obviously very difficult matches here. And yeah, I've done as well as I can, and I keep fighting, and that's my style. Last question. We know you need to climb up the men's leaderboard. Is that too big of a task, or are you still up for the challenge? Of course, I'm still up for the challenge. I'm British Bulldog. A team are behind me. We're all trying to do well as individuals,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eam Rossi trying to get back up that leaderboard, and hopefully with the score we've got today, we can keep continuing to do that. Well said. Never say die attitude is what makes Paul Drinkhall one of the most decorated players to come out of Great Britain. Paul Drinkhall,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ing up next, Women's Encounter.